交换意见了，啊，请大家理性。好了，好，维持秩序哦。好，谢谢。我跟委员吧，我没有在扯啊，因为这种想定是各种可能，我们当然以最对我们危害最大的做下来。这是国军该做。现在我哎，我跟你讲，就因为那么可怕，部长你不要怕，我们要想尽办法。这我没有怪你，但是我要提醒你哈，